跑子弹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投场赛事四班一千米嘅短途赛大热十一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中档位置有呢只棒棒声啊，响佢外边六三咧就炮子弹啦，中间黄毛你知我胜啊，三只马比较快啦，霸到内栏第四啦，咁啊有呢只旅游拿督啊，外边咧比上去啊黑帽进占第四位就龙友啦，第五位旅游拿督啦，粉龙三第六再后边第六位就七位到咧友谊之佳啦，内栏红衣火王啊，黑衫神州风范响尾五啊，后啲啊大红彩啦，胶囊大王。超然啦，包咗落尾莲花光玉走内栏啊，转紧弯中间啊，砰砰声斗赢头段噶啦，咁啊炮子胆咧就跟住佢，咁啊你知我胜第三位、第四位仲有龙友啊，咁啊叫再见到后边第五位嘅马咧，仲有呢只旅游拿督啊，响埋边追咗少少咧，仲有红衣火王嗰啲马，兜到嚟只有二百零米啦，咁啊见到中间咧，你知我胜冲上嚟嘅势相当好啊，响入边上跟仲有红衣火王啊，外边追紧上嚟仲有只旅游拿督啊，接近终点啦，你知我胜咧就先拔头筹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。外边位置旅游拿督咧就好似压住咗入边嗰只红衣火王咧，第二名系要影相嘅，第四名咧就嗰只友谊之佳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你知我胜，其实佢都有少少缩埋耳仔啊咁样，咁但系都能够咧年轻力壮，咁啊赢出呢场赛事啊！第二名系咪十一啊？旅游拿督埋边红衣火王，第四友谊之佳。九号你知我胜啊，梁家俊都继续延续啲旺势话系嘛，胜出头场赛事嘅第二名好似都系十一号啊，旅游拿督啊，霸道啦，里面红衣火王五号马第三，第四就六号友谊之佳嘅初出马嚟嘅。咁啊，继续旺势，继续赢马啊！其实梁家俊你知我胜，咁都真系学到啲嘢啊，已经吓咪跟下你马跑，今次又冲上有啦，即系呢啲跑得少咯，三岁马咪上阵第四次都赢到咯。咁啊，一齐睇下啲预计派彩啦。派第一名系九号嘅你知我胜，独赢派120元，位置派35.5。派第二名系十一号嘅旅游拿督，位置派15元。派第三名系五号嘅红衣火王，位置派30元。派第四名就系六号嘅友谊之佳，连赢九搭十一派225.5，位置 Q 九搭十一派79.5，五搭九派150元，五搭十一派76元。二重彩九号、十一号顺序派470元，单天五号、九号、十一号派668元。三重彩九号、十一号、五号顺序派4604元。好啦，第二名啊，旅游拿督继续都系233咁，咁啊第二啦，继续。梁家俊啊，继续都夜马话，咁啊都几好分头啊，12倍 win。嗯。刚刚过去嘅嗰次赛事，亦都成为骑师王啦。嗯。亦都系夹住姚本辉啦，疑心胜啊，上一场啊，上一次啊，咁啊就你知我胜。都好快帮呢只马赢到啊！嚟到香港只系跑咗第四次啫。好多都有進步啊！紅衣火王都係，起碼有翻啲腳影先啦，唔好理由初出嗰場真係咁差啊！咁、結果呢兩匹三歲馬都上到名啊！咁啊，睇下三揀一嘅預計派彩，勝出組合係 A 三，其他冷門派31.5。四連環五號、六號、九號、十一號派2481元。
四重彩九号、十一号、五号、六号顺序派72,426元。好啦，亦都恭喜梁家俊啊！先拔头筹呢一只你知我胜，都系继续啲中内档马上风话。头三名嘅马咧，分别是一档、三档同埋四档嘅。循环影片睇翻第一场嘅走势。起步見到嗰只膠囊大王就慢啲啦，另外神州風範啦、大外檔嘅蓮花光玉咧都係出閘慢少少嘅，前邊都好落力噶啦，見阿陳佳嗰只棒棒聲咧係咁騎噶啦，佢都攞到難嘅，不過莫雷拉唔放過你啊，嗰只炮子彈一路黐住你，結果翻到嚟兩隻馬都散曬，守住個第三位你知我勝，跟住龍友啦、內欄旅遊拿督啦、中路友誼志佳、內欄第七咧係紅衣火王嘅，後邊神州風範啦、蓮花光玉嗰啲馬好厚啊，咁另外最後嗰只咧就膠囊大王嚟嘅。嗱声，今日都攞翻条栏啦，咁啊翻嚟都冇都冇办法啦，咁啊开边就莫雷拉拍住佢，咁啊两只兜肥，咁啊但系啲分段时间咧又同标准唔差完噶，都属于中等步速赛事。咁啊直路初段嗰只龙友啦，以为大张眼就都有翻得冲啦，咁样冲冲下咧又冇乜势噶，咁啊始终都系最准嘅旅游拿督，咁啊都日日嗰个位用翻上嚟，不过又系俾一只得咗佢。咁啊开边冲得最好就友誼志佳，咁啊出嚟讲都算有唔错走势。咁啊，头场赛事都复榜完毕，位置 Q 派彩九搭十一派79.5，五搭九派150元，五搭十一派76元。三拣一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31.5。二重彩九号、十一号顺序派470元。四连环五号、六号、九号、十一号派2,481元。四重彩九号、十一号、五号、六号顺序派72,426元。分段时间头段12秒67，第段21秒33，末段23秒1，赛船食时间57秒1。